也陆续把它照相放上去啊，所以有一些细节，像我刚刚啊那个讲的哈，前面讲的那个连结哈这边，然后这两个档案连结，另外的话这个画面怎么秀出来，就是 get map 有没有？那这边有 page show 好，然后再下一个画面是刚刚这个，这个怎么载入进来的？基本上就是透过什么 get title， 所以基本上你们将来慢慢的要习惯，就是说好，这个应该算 jQuery Mobile 哈 ，jQuery Mobile 里面的开发方式一定就是什么？这个是页面名称，然后会有个 byte 有点像连结，后面是一个事件，这个事件就是说当什么事情发生，那这个 page show 指的是什么？这个网页被显示出来的时候，它要去执行哪个方法？那这个方法一定在下面可以找到，有没有？所以如果触发，它为什么可以看到这个清单？那就是因为它有这样的规则，所以特别注意哦。上面的话基本上会有四个 page show， 那底下的话就是那个什么 button 按钮的事件，有没有？所以 button 按钮事件的话，它的写法一定是怎样？这一个元件它会有一个 byte 什么呢？ click 应该懂吗？点下去的时候会执行什么 run end。 那底下我们逐步来看这边有哪一些比较重要的方法，比如说像同学常问到说，哎，老师，我很需要，就是说，这个 app 有关闭的功能，有没有？前面好像有同学问到，哎，老师怎么写关闭功能，对不对？请各位可以参考这个就好了，里面就有啦，对不对？你就怎么样呢？直接按下这个按钮先做出来。第二个做连结，连结就是因为它的名称就是 END 嘛，所以前面加个井。By 的 click 就是当我 click 它的时候，会执行 run end 的这个方法，有没有？是否结束本程式？按确定，它就关闭了。啊，不过因为这是网页啦，如果是手机就真的关闭了，但是网页没有办法关闭。OK， 所以大概那程式怎么写？其实就在这个地方，你可以看到它叫 run end， 我把它 mark 起来，选取的往下找。其实用那个 Notepad++ Plus 还蛮方便的，你把它选取来之后的话就可以看到了，在这里。那以后你只要怎么样把这一段有没有把它 copy 贴上了，就可以用了，它就会有 结束的功能。你按在哪边，哪每个页面都加叉叉可不可以啊？你按关，它就整个程式就帮你关掉了。那里面要写哪些东西大概看一下，其实也蛮简单的，就是